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。男人的名字叫狗贝儿，是 NBA 2020年第一位夺冠的球员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。今年赛季尾声，男人直接一拳重击李凯尔，瞬间得罪对岸14亿人民。またワンパンで終わっちまった。クソだれ。再来，这位男人更狠了。男人名叫嘴绿，是 NBA 一拳超人的始祖，一言不合直接送普尔一拳。今年季后赛，男人直接一脚踩在小沙的胸口上，小沙痛得大喊沙小拉。赛后，小沙马上去医院照 X 光片，很清楚地看到上面有嘴绿的鞋印。我们期盼所有球员在季后赛都能保持健康，不要再有人受伤了。你认为哪一队会总冠军呢？欢迎留言预测。今天就先这样了，下次见啰，拜拜。